让我追到你这纸袋了。抓人了，不行，我赶紧打电话给保安。喂，保安呐、啊，发数不好了，我们村小敏被抓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一定又拦住啊！对对对对，好。哎呀，让下，让怎么样？吸我，下手，接受检查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人怎么了？我老婆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突然晕倒了，所以现在带她去医院。别动，别啰嗦，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啊，你快点。喂，干什么了啊？快点让开。再来，让你走了吗？啊，干嘛？干嘛？那家没留意，你说他怎么了？我老婆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，突然晕倒了，现在带她去医院，十分危急。快点让一下，听懂了没有？这不能呀！啊，救人一命胜过千刀割，七级浮屠，你不懂了吗？啊？太痛了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我们有个女孩子被人抓走了。抓走了？对对对。怎么样的人抓的？不知道。那又怎么抓的？不知。妈的，是不是恶作剧啊？一问三不知的啊。啊，不知。那你就这样这么办了。等下我老婆万一有三长两短的话，我就抬去你家，天天在你家那里那个门口那里，让你出也出不了，进也进不去。把他救了就打送到我家去，别往往个病人往我家送。你想什么呢？快点让开，让我。这个事情做不了主，他能说话吗？跟我说两句。都说晕倒了，没事。都说晕倒了还难说话吗？你什么意思在这里拖延时间？妈逼的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有什么事情你负责了起来吗？啊，我做不了主知道没有？做不了主那给我滚开啊。这个事情村长他交代我了，你但凡接到村里面的什么那个可疑电话必须给我谨慎一点，不然告我钱。你叫村长出来，我看一下他见死不救。你们这种谋财害命，叫村长出来是吧？对，我这就叫村长。老实跟你说吧，那个人就是我抓的，我就是人贩子。你在这里耗我那么多时间，我跟你。那么不中用，啊、还做什么保安、啊？你这个电杀的，你不老实！你这个电杀的啊！啊，来人啊！啊，我的手啊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，保安？我的手。哎呀，但是不好了，肯定是那个人贩子过去了，是不是有个男的带着个女人，穿黑色衣服的？是不是？那个女的是他老婆？不是他老婆，他是我们村的小敏呐、啊。不认识，我就觉得他可疑，不让他过。啊？打人了就把你打了？就把我打了，我就刚想叫村长出来。把我打了，把我的手给你掰断了，怎么办啊，村长啊？办，现在报警啊！
我当个保安太危险了，手脚都被人掰断了。别讲话。公安，公安。110啊，三卡拉村有一个人贩子进村抓了一个女孩子。对呀、啊，人贩子还把我们保安给打伤了。行行行，你们赶紧过来啊，顺便帮叫一个120。好好，谢谢啊。来来来，先送保安去医院去。这个那么废物啊你！这个我要伤筋动骨100天。等你好了，我要送你去那个培训一下。我要带薪休病假。我告诉没工资，我不停。